你是王哥不？大王，社会王。我也买嘛，买个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。张三，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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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老鼠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王哥，你咋没说我打错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你不试试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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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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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咋的了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了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他妈咋？咱们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门钉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短枪来救你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得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一个飞机，北方大旗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老王也不用一万，我就一万。我爱你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我了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的权利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更多故事，我只有你这一件事。